会被那几个字，他告诉我们自己的那几个字给束缚住了啊。这个呢，看这个又是两个不一样的，它其实都和阴属性有关，但是这个比较阴，这个还带多少带点阳属性啊？怎么讲啊？这个就是义啊，就是这个义啊。干戈的戈是在这个义的基础上这边再加一个一，加在这里，不是加在这一撇啊，这一撇就是这一撇，你看干戈的戈这边再加个一啊。阳属性的字，这是义啊。那怎么证明呢？他这边有讲有些字哈、啊，和它有关啊，像这个啊，这个字，我们传递的递不是再加一个错字旁吗？啊，那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子造？传跟递有什么不同？传是上头交给下头的传，递是下头送给上头的递。以前讲那个大使来要递诏令国书嘛，还有我们大概可能有些人都做过，我递出我的辞呈啊。为什么讲我传出我的辞呈？因为递是给上头的人，你的辞呈是要给上头人批的啊。那递为什么会有从下头给上头这样子的阳属性？因为它有从这个就有点阳属性的意思，是阴属性里头的阳属性啊。这个就是阴属性啊，很阴属性的字了。一流，流是阴属性。到下面一段啊，今天第二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字啊。所以要从文字它本来的意思，要再去了解你的文化的内容比较简单啊。你一开始去讲一大堆的文化这些东西啊，从那个最外层往里头讲，你很辛苦的啊。我们的文化内容非常丰富，但是你把它给抽丝剥茧，回到最根本的时候就是阴阳。你把阴阳讲清楚了，认识清楚了，这个文化就好理解了，文字就好理解了啊。这就是给大家说的一元天霹雳。你看他这边就分了文武从义，这从义指的就是这个义，有两个。你干嘛这么分呢？他的字典里头还有这些含义。所以后来我是因为这件事以后就开始查字典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注意了。我不只是部首里面看到这个字在第几页我去查到它，我要开始左右看一看，你是在哪一个部首里头，你前面你后面各是哪些字，我都得关心一下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丢掉一些讯息了啊。他竟然会用元天黑利去烘托这个一的为出大吉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最后的总结啊，一元天黑利这五个字一组它有意思，他在说故事，说了一二三讲完了，因为一二三不可分啊，他把它讲完。所以我猜许慎的原文是为出大吉，如果真的古字没有太，就是为出大吉，而且严格来讲这里还要加一个顿号，就是为出和大吉。因为圆正下方这一点看成一个小圆圈，它的左半圆的圆周是为出，是所有东西的开始，它的右半圆周是大吉，就是转了一圈以后碰到的东西，这叫为出大吉。接下来的道立于一，道啊，《说文解字》上说是所行道也，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圆圈、这个图形、这个图案叫做道。有没有证据呢？有，《黄帝内经》上有讲，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，讲这个左和右是阴阳的道路。所以这个和这个就是道，天道左旋，地道右旋，也在讲这个，都在讲这个道是这个圆圈的这个图形啊。道这个图形离开，就从一这边分出来以后，道立于一，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一个大圆圈嘛。这个大圆圈呢，走到上头，照
分天地，分成了左半圆叫天，右半圆叫地，谁分的？造这个字就最高点分的啊。走到下头以后化成万物，这个圆只要一转完了，啪，生万物了，要化成万物啊。他用这个东西，用一元天培力也把这个过程讲完了啊。所以他是在讲的 ING 的过程。是的，是的啊，真不简单。哇，这个字里真的不是人编的，这个意思真的不是人编出来的，太合了啊啊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个刚刚已经说了，圆正下方这一点，如果我们把用我们的思维把它放大成一个小圆圈的时候，这个小圆圈的全部，这个圆周是一，圆内是另外的东西啊。圆内到底是什么呢？它是玄啊，道德经里头讲的玄就是圆内啊。说文解字里头也特别对这个玄字有交代啊。啊，刚讲的这个天大地大人义大，这个人啊，不是我们的 human being， 它叫天地之性俱贵者也。天地一转以后俱贵，就是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玄了啊。玄这个字上面是进入的入，下面是这个咬，咬是什么？就这个，我们幼年的幼就从这个咬啊。所以这个咬字呢是阳属性，在左半圆的很开始的阶段啊。所以这个入啊，就进到这个左半圆很开始的阶段，就是玄。黑而有赤色为玄，道德经里头讲的，此两者同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重要之能，也等于是在讲这个圆内啊。有空我们讲那个时候再来说啊。所以总结以后说，一就是为出大吉，然后用圆、用天、用披、用力这些字的意思来讲，从圆正下方这一点开始往上走，再走回来，然后走回来以后还发生一件事，数数啊，这些事情通通和一有关，是一这整个图画里面来烘托一的部分。你把圆、天、披、力搞清楚什么以后，把它烘托这个一的部分拿开以后，你就只看到这个正下方这一点，而且是正下方这一点变成一个小圆圈的圆周，你就看懂了，那个就是一。一个必修就是啊。